Good morning. And just delay. 非常感恩有这样的福报来到上座部的这个道场，但是因为我语言的能力没有办法用英语来去表达我这份福报，刚才你们诵经的声音。 仿佛一下子穿越到2500年前，金发王王子，对于众生的这种怜悯之心和他的这种觉悟之道的反应，好像一直回响在我的耳畔。作为一个西藏的来的出家人。 我的确并不确定你们在念诵什么，但是有时候有些感觉是，可以穿越语言的障碍，触动到我的心灵。我想同样用一种诵经方式来开始我们今天的相互学习的机会，也为此祝福各位。 我们都有着同样的导师，想在门内，希望能成为他一样的圆满的觉悟者。莫有三界俱动，所请求那样了，请求把对当内。 将人间，那个金锁的宝的大街，若拉边界上也住宝也修，上界绝断，坐进叫那拉。 成就八对当年就是人间，大概却接近半的大概，着了半截三眼着八眼角，三界俱断，着几眼就难了。 成就八对当年，就是人间。大概却接近别的大概，着了偏见三界，着八眼角。唵嘛呢叭嘛呢耶娑，唵嘛呢叭嘛呢耶娑，唵嘛呢叭嘛呢耶娑。 给王对你的下家做过主见，能做我吉祥马路吧，太爷萨朗古巴雄。OK， 我们有着不同的传承，是因为佛陀下家门内是一个伟大的导师，他就像一个药王一样。 针对众生不同的根器、不同的病，他给予了不同的药。因此，在佛教的传承里边，我们有了上座部的传承、法藏部的传承，根本说一切有部的传承，形成了固有的文化，所以有了南传、藏传、汉传。我们有为这样的传承，给到了我们相互学习的机会。 对于我而言，是传承着根本说一切有部的这个戒律的这样的一位释迦牟尼的追随者，这样的一位来自于西藏的一个比丘。我们知道，早期的佛教形成了18种不同的部派，而上座部的这种律仪是按照上座部经，由阿育王的儿女。 首先带到了斯里兰卡，形成了上座部的这个传承。
那么法藏部的这个传承呢，是由佛陀耶识啊从印度带到了中土，那么形成了独特的汉传佛教的这个律仪。那么藏传的这个律仪是那兰陀寺的寂护，也叫净命上师，从那兰陀寺带到了西藏，形成了根本说一切有部的这样的一个出家解体。虽然我们有着不同的传承，有着不同的服饰，也因为不同的文化形成了独特的支派，但是我们的导师释迦牟尼的教法对于我们而言都是一样的。但是对于西藏人而言呢，西藏人能严肃的没有几个人，所以大家这么严肃，我貌似要出汗。我是从小在出生在西藏，成长在西藏，在西藏人的生活里边，除了笑还是笑，所以可能佛陀怜悯我们，我们的戒律稍微没有那么严谨。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得有人不断地讲段子惹我们笑，我们边吃我们边笑，我们边说。那么所以我们其实有时候很崇尚上座部的僧侣那样的一种非常庄严和威严的那种状态。所以曾经我小时候比较叛逆的时候，我也想去效仿托钵乞食不穿鞋，拿着钵，拿个禅杖出去化缘但是你们知道西藏太冷了，还没出大门我就放弃了这个念头。所以在藏传佛教有一个特殊的一个不同于法藏部和上座部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有着转世灵童这样的一个制度或一个体系这个传承着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藏传佛教所有论藏的经典传承和教授。那很不幸，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传承者，被认定为十五世的一个转世活佛也好，诸故也好。那么在藏传佛教里边，他们认为转世活佛应该是记得前世所发生的一切和学习的一切，并能把它发扬光大。坦白讲，别说发扬光大，我什么都不记得。所以我一直跟他们确认说，你们确定你们找的是我吗？那他们一再说是你是你。我想很多的事物就这样形成的。我们说着说着就相信了一切，我们也说着说着就相信了一切都是那么的真实我们也忘记了有些名字是我们给他起的，其实并不是从他身上有的，但是习惯了，我们认为我们说的也是真的，事实也是如此发生的。所以这个活佛的名字给到我很多的压力因为我在藏传佛教最高的学府格鲁德瑟拉寺去学习，我非常非常努力的去学习，我认为我应该是非常努力，有点成绩的时候别人不会赞美我说你不是都已经有十五世的转承了吗？你应该学得这么好啊，有什么可骄傲的。如果我学得不好，他们就说哦，难道你十五世失忆了，只剩下一世了，会取笑我，这让我非常的尴尬。我努力也不是，不努力也不是。所以我最终发现，一切让我尴尬的不舒服的心态，是因为放不下所谓的转世灵童活佛智古这样的一种名词框住了我。所以从佛陀的眼角来看，我们被各种各样的名词和各种各样的欲望和各种各样的想法困着了我们一颗本应该自在的一颗心。所以从藏传佛教的学习佛法的角度来讲，
宗喀巴提出了三个层次，想要去听闻佛陀对于各种根器的开示，你才会明白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根器。透过明白自己是什么样的根器，再去思考如何能让佛陀讲的东西变成自己的，变为自己的思维以后，再不断地去让它变为自己的一种习惯。大概这就是我理解的藏传佛教修行佛法的一个次第。我们的一颗心被外在的所有的感官带走以后，就好像我们家里人被外面很多的东西带走以后，我们会发现家里是空空的，没有人的。所以对于我们凡夫俗子来讲，我们的心被眼睛带走，因为他要看好看的；耳朵被很多美妙的音乐带走，因为他们要听好听的东西等等。所有感官的东西把内心的东西都带走以后，突然你会发现心里非常的空。这样的心理的空就会导致我们心里非常没有安全感，也会导致心里没有任何的一种快乐可言。我们会被很多事情所挑战，包括我们的亲情、家庭、事业、社会、责任等等，这些东西挑战我们的心，而我们的心并不具备去接纳他们，甚至去面对他们，甚至去熄灭他们的时候，心和境之间的博弈就会战胜心，就有压力，而境战胜了内心。我们如何能用某种力量去真正去开发内在的潜力，就会变成佛教徒所觉得所讲到的一个禅修的问题。因为禅是一种状态，并不代表我们坐在这里就是禅，我们坐在这里只是把我们所有的力量关注到一个点上，这样的一种专注我们称之为三摩地。但这并不是佛教徒真正需要的东西，它只是一个方法，或者说是一个途径。所以当禅成为一种状态的时候，其实要某种呈现某种的状态，其实是一种习惯。就像很多人，我们的状态就是烦恼的状态。所以这种烦恼的状态是如何形成的呢？对于我们来讲，知道它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样的常态是我们内心处在烦恼的状态，整个人出现就呈现了整个烦恼的状态。那么不管是在上座部，还是在华藏部，还是在说根本说一切有部整个传承里边，禅修贯穿了一个佛教徒整个生命的状态。因为如果他在禅修安住在禅修的状态当中，他的生活、他的工作以及他面对所有的一切都是非常放松的。因为越放松，佛教认为是越自然，而越自然是所有人最开心的状态。那么怎么能让我们放松，这是佛教徒要去研究的一个东西。那么放松有两个状态，一个是身的放松，一个有心灵的放松。所以我们要真正懂得放松，就让心处在一个非常自然的状态。那么就是要关闭所有的感官的东西，而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点，你突然会发现原来专注就是最好的放松，而并非身体的安逸。所以在放松的状态当中，我们再去学习，我们就学得非常的快我们也发现突然我们的悟性也不像平时我们的那种悟性。 OK， 那么禅修并不是佛教徒的专利，在古印度以来，印度教、婆罗门教等等都有一种禅修。所以这样的禅修，我们有听禅、坐禅、觉禅等等这样的禅修。比如说我们通过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听到它的时候，它会有一个连续性。当我们心专注在这个声音上，虽然这个声音已经停顿了，当我们搭上这个声音的时候，我们的心一直会专注在这个声音上。那么要有觉禅，觉禅是什么呢？拿一个干的葡萄干放在嘴里边，轻轻地咬一下，它的味道会刺激到你的这种品尝味道的这种神经，以后呢安住在这个味道上，安住在这个味道上，你不要再嚼下去。第一刹那，然后一直让心
延续或者专注的这样的一个味道上。当然这是葡萄干，千万不要用口香糖去吃，因为你会嚼来嚼去嚼来嚼去，破坏你的禅。OK， 所以这些所有的都是方法。我说这个的目的是我想告诉大家，是佛教所有的这些方式方法，我们共同的和不同的，全部只是一个方法，目的只有一个，如何调伏我们内心的烦恼，这才是佛陀讲的最重要的一点。所以请不要介意去说我骑马到那里，还是骑牦牛到那里，还是去骑山羊到那里，对于佛陀而言无关紧要，只要你到了彼岸就好。所以西藏人可能因为有牦牛可以骑牦牛到彼岸，但是可能到了澳洲可能只要骑奶牛了。所以不同的根器有了不同的法，我们应该是相互学习相互尊重，以开放的心态去学习到底藏传佛教在说什么，到底华藏部的汉传佛教在说什么，到底上座部的南传佛教在说什么，因为我们都有共同的导师，就是下迦牟尼。所以佛陀的教育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真正的苦，苦到底在哪里。很多人只是为了对治现在的受苦的状态，现在受苦的状态我们为了解决它是解决不完的，因为这一辈子我们会面临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只是说我如何去解决现在的苦是一个非常傻的问题，而是说如何能找到苦的因，使我未来不再生病不再受苦，这才是佛陀告诉我们的东西。佛陀讲法的时候讲这是苦，这是苦地，苦后面加一个地，我不知道在英文怎么去讲，但是从藏传佛教的教育来讲，地就是真实不虚的意思，也就是我们一定要找到真正的病因，也就是真正的苦到底是什么。那么真正的苦，我们知道佛陀讲了三苦，苦苦变苦行苦。苦苦是所有有意识的有情众生都能感受到的苦，比如说我冷了，我饿了，我热了等等这些苦。变苦呢，就是有点像世间的名利金钱这些东西，我们想去拥有它，结果被它所左右以后，最后我们发现我们有了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是我们失去了自己。这个苦只要有一点哲学体系的逻辑思维，我们就能辨证出它是苦，不一定是佛教。佛教与其他宗教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很多人我去问很多的佛教徒，佛教徒说哦，因为我们慈悲，因为我们善良。我觉得这个答案不足以去区分佛教和其他宗教之间的区别。对苦的认知的不一样，熄灭苦的方法不一样，得到的果位也同样不一样。所以真正的苦到底是什么？佛陀作为一个太子，他走向觉悟之道的时候，他会发现他是一个太子，他什么都拥有，物质很富裕，家里很平安很健康，他从来没有说为了这些去修行，而是他要知道是什么让我成为了一个太子。这个太子不是我选的，我的父母不是我选的，我的性别不是我选的，我的身份不是我选的，所有不确定的东西是谁选择了我。我们发现虽然我们在选择的很多的东西，但是更多时候我们是被选择者，我们的父母不是我们选择的，哪怕我们的名字也是别人起的，叫着叫着叫着叫多了，我们认为是我，别人也认为是我，我们就这样成了一个被迫选择的我。这样的我，我们就会赋予他一个离开身体和离开心灵以外有一个独立存在的我，我们认为他是我们的主宰者，我们为了他可以受任何的苦，我们为了让他受到别人的尊重，我们可以付出太多的东西，但是这个我到底在哪里？这就是佛陀所讲的无我。如果我们觉得一个事物它本身如此的漂亮，我们应该是越接近它，越拥有它，越分析它，它应该会变得越来越美丽。可是我们会发现在佛教的修行，比如说四念处，四念处当中首要的身念处，当我们进入禅修去思维身念处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所有的身体都是那么的肮脏，我们又值得，又有什么值得去贪恋这个身体的呢？因为我们知道上座部或者佛陀讲苦集灭道四谛的时候，四谛十六形象加37菩提分法，这个贯穿了整个佛教的教义。在这个37菩提分法里边，
我们知道八正道、四念处、五足等等这些名词，我们就会出现。当我们把这些当成是我们自己的去修行的时候，比如说身念处，其实它的意思在告诉我们，去分析你的身体吧，你的身体到底有什么值得贪恋的，它哪里有一点是干净的。 OK， 所以包括我们很多人，我们喜欢美，所以我们去打扮自己，尤其女孩子们脸上弄很多的东西，其实你借助很多的东西其实是掩饰，不是打扮。因为越掩饰你就越没有安全感，所以为什么女孩子吃饭的时候要去好几次洗手间。所以我在中国内地的时候，因为内地的文化，中国内地的文化非常的委婉，它不像中国西藏的那种生活方式非常的直接。当我跟几位女士一起吃饭的时候啊，她可能吃菜不小心菜沾到牙齿上了，我就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文化形式去告诉他这里有东西，因为他非常注重，一会儿他就照个镜，可是他吃那顿饭的时候他忘了照镜子，所以我跟他只能讲，我说念阿弥陀佛之前可以漱个口，在阿弥陀佛非常的清净，所以他去洗手间可能发现了，回来的时候就没有这个菜了。所以因为文化的不一样，我们就会有各种的不同的经历经验，形成了自己不同的性格。对于西藏人而言，任何东西他都特别喜欢直接，所以可能不太会顾及到别人的感受。因此很有意思的是，我21岁第一次去中国内地的时候，他们说我因为非常非常的渴，他们说带我去茶馆喝茶，可是我到了茶馆竟然发现杯子只有这么点。我在想，我得喝一下午的水，我可能也解决不了我渴的问题。但是更让我吃惊的是，他们喝茶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然后我只能看着那个一桶水，我拿着那个杯子，我看着他，中国人叫望梅止渴。所以我们就会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引发我们的乐趣。但是不管怎么样，回归到我们所讲的问题，就是任何被迫选择的东西我们其实是不愿意的，包括把我认定为是活佛也好，诸故也好，这是一个他们找到我的东西，任何不是我们自主选择的东西，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痛苦。所以在藏传佛教的修行里面非常注重分析式禅修。什么叫分析式禅修呢？他从小就要去经历辩经的意识，从佛教的心理学、社类学就要开始去学物体这个东西。如果说所有的一切的呈现以物质而存在，那意识到底是什么？如果只有色法，那心法是不是色法？物质能不能产生意识？这一系列的问题不是佛陀讲了就可以。比如说佛陀讲一个东西叫痛能都把确认出胸，准备动画恰克没谁哇，你就打把行了不灭的去你点吧点被出瓦去了。哦，对，忘了。那么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说佛陀讲我并不能像清洗你们的衣服一样把你们身上的烦恼给清洗掉，我也没有办法说像拔刺一样把你们身上的痛苦给拔下来，我能做的就是如何让一个凡人走向觉悟之道的方法告诉你，走与不走取决于你们自己。暂时的依赖可以变成帮助我们的东西，长久的依赖会让我们失去自己。所以很多误入歧途的佛教徒就说，哦，我念阿弥陀佛就会治好我的病，他们就不去医院。哦，阿弥陀佛能治好我的病，他们就不吃药。佛陀没有这么讲，佛陀说你的身体是因为血肉之躯而组成，需要相对应的因来解决相对应的苦。可是反过来讲，你内心的苦没有办法用药去解决它，而要用你的思考和思维模式来熄灭你的苦。所以佛教不同于其他宗教，更让我们愉悦和兴奋和让我们骄傲的是佛教的辩证主义思想和逻辑学的问题。它会告诉我们，所有
物质的产生可能需要地水火风空这样的一种物种物质，但是我们的意识是一种蓄流的，所以从因果的角度来讲，我们种西瓜不可能得到梨子，同样的意识，我们的物质不会产生意识，意识同样也不会产生物质。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如果内心要得到快乐，我们得种下快乐的因，我们才能得到快乐的果。那么什么是快乐因？我们就会显得说哦。 在佛陀的教育里面会出现慈悲，会出现菩提心，会出现为他人付出奉献。其实所有为他人的付出，并不是一种委屈自己的一种做法，而是成全自己的一种做法。所以所有的快乐和痛苦，更多的东西，并非来自于我们的躯体，因为躯体它并不懂得什么是快乐，它只是一种觉受。所以我们要引发持久性的快乐，而不是短暂的快乐的话， 我们一定要找到持久能让我们快乐的因是什么。那么佛陀讲，唯有脱离行苦，这个行苦就是我们讲到的三苦当中最根本的一点。这也就是我们佛教不同于其他宗教的原因，是因为他认为所有苦的缔造者、创造者是极地，也就是业和烦恼创造了行苦。 所以这个行苦呢，就叫周边行苦，也就是说，只要在轮回里边，没有一个角落是能避开这个周边行苦，只要业和烦恼在，我们的痛苦就在。所以佛教的所有的目的，其实是为了熄灭这个行苦。所以，当我们通过不同的禅的方式，引发内心的这种寂静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只是安住在这种内心的寂静上，我们利用内心的这种寂静再去分析问题，到底什么是苦的创造者，我们才能明白佛陀当时传法的时候苦集灭道四谛的这种次第和观要。而内心的寂静引发就是我们让我们关注当下是什么，因为如果一个人失去了当下，也就意味着他失去了过去以及未来所有的一切。 所以内心的寂静引发了我们内心的快乐的时候，我们在安住在这样的状态当中，我们所说的每一个语言都是柔软的，我们每一个肢体都是柔软的。通过我们柔软的语言和柔软的思维和柔软的肢体的代表着身与意，传递给别人的就是一种柔软的美学、唯美的东西。 所以在佛教的藏传佛教的修行里边，有一个东西非常的重要，我们称之为出离心，就是说出离于过去，出离于未来，让心安住在当下，去当下去体验这份心境，比什么都重要。因为我是从小在辩论修行的过程当中长大的人，非常有意思，在佛教。 藏传佛教里边刚开始的小沙弥就开始再去辩论一个问题，就是佛到底在哪里？当我们的辩论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说佛看不见，佛像不是佛，因为佛像的是不同的材质做成的佛像，佛不应该是铁做的，也不应该是铜做的，它是一个觉悟者。那现在的佛到底去了哪里？所以在我们的辩论过程当中，我们就说哦，我看不见，并不代表佛不存在。 佛曾经存在过，那么佛就能圆寂吗？佛虽然视线了圆寂的像，但并不代表佛真正的圆寂了。那么到底佛去了哪里？这样的思维方式其实是会引发我们告诉我们，我们的心在哪里？当我们想到过去的时候，我们的心如果在过去的话，那么我们的心不安住于当下的话，这颗心不属于你。 如果你的心在期待未来的话，你的心不在当下，你的心也不在。到底你的心在哪里？和佛去了哪里？其实是同样的命题。所以，我们在去做什么的时候，一定是这个人在做，一个人在做事情的时候，是他的心在做。可是我们更多时候，我们只是在吃饭，我们只是在睡觉，我们干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好像跟心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们的心就像一套程序，我们自己像一套程序一样，别人特别容易激怒我们，我们的心也特别容易被外在的境所勾走。那么我们的心到底是不是属于我们自己？这是个问题。这样的一颗心，别说我们没有办法彻底的去恨一个人，我们甚至没有办法彻底的去爱一个人。那如何能
让我们真正的找到心的时候的目的，是为了就像一个流浪的孩子，让他找回家。找到家以后，我们才能让这个孩子去做点什么。在外流浪的孩子是因为迷茫，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所以当我们通过禅修找到了这个孩子的时候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把他找回家，而是因为他到家里了，要去为家里做点什么的时候，这才会引发我们真正的心的功能和能力。这颗心就有力量认知到什么是心的觉知能力，所以他才能体会什么是真正的苦。我们怎么能脱离所有的苦？这个心要具备能力，我们只是靠现在散乱的意识是没有办法专注到认识苦的能力。因此我们没有办法决定我们的死亡，我们没有办法决定我们生的时间，我们也没有办法决定我们来世去哪里。这所有的一切是因为我们的心并不具备力量。我们看到外在的物质，我们看到更多的东西，我们认为这轮回里边有太多好玩的东西，我们觉着好玩，走着走着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掉进了轮回的陷阱。世间所有的东西如果真的有快乐可言，如果真的值得去贪恋，诸佛菩萨的智慧一定会去享受它，并告诉我们这些是快乐，但是他们给予了我们否定的答案。所以在藏传佛教的修行里边，有一个成就者叫米拉日巴尊者。米拉日巴尊者呢，离开都市去到深山老林里边去修行。他住的地方只有一个山洞，他除了自己的一点点的破烂的衣服以外，只有一点点吃的食物以外，这个破洞里边什么都没有。 OK， 那米拉日巴尊者在山洞修行的时候，晚上就听到一个小偷来到山洞里边，小偷不停地在那里翻东西，可是他没有什么东西。尊者就笑了，尊者告诉小偷说，你别偷了，我白天都找不到的任何东西，你晚上能找到什么？所以小偷不太相信，说不信我们俩一起找。他们把整个山洞都翻了一遍，什么都没有。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白天找不到的东西，晚上漆黑的夜怎么可能找得到？也就是说，在轮回里边，像白天一样有智慧眼睛的佛菩萨，在这轮回里边找了半天的东西，没有找到任何的东西。像我们凡夫，在黑夜里边还去找什么？所以，我们先去研究这个轮回里边，我们时间是有限的，我们要把时间花在哪里？哪些是值得我们花时间花精力去追逐的东西，哪些不是？这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讲一定要有肯定的答案。这种答案不是佛陀给予我们的建议，而是我们自己找到的答案。如同我们生下来的时候也没有带着钻石戒指来，也没有开着车来，也没有带着伴侣来，也没有带着经卷来，我们是赤裸裸的来到了这个世间。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走的时候，我们也带不走伴侣，我们也带不走名，我们也带不走利，我们也带不走戒指，我们也带不走佛珠，我们什么都带不走，怎么来就得怎么去。但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忘记了我们怎么来，自然我们也就忘记了我们怎么走。如同我有一个学生，当我去他家里的时候，我惊呆了。哦，我那个学生是一位女士，哇，她的那个衣柜里面的衣服，如果换的话，我觉得可以穿500年。Okay. 可是她已经50岁了。所以我在想，而这么多的选择，她变成了一个纠结，说我每天都不知道我要穿什么衣服。那一刻，我突然佩服释迦牟尼的智慧，因为我们只有这么一套衣服，没有头发。环保、okay. 省钱方便，做任何事情都非常的快，再也不用去纠结说出门的时候穿什么，因为只有一套。所以有更多的选择其实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你会发现更多的选择一定不会让你更加的快乐。所以佛教的意思是说，把最复杂的东西简单化，好好的吃，好好的喝，一样吃得很开心，喝得很开心，而不要把所有的时间，就像我有一次去首尔 Korea， 去韩国首尔，我去了我一个首尔的朋友家，他们说请我去吃饭，可是我从
早上十点，上午十点，等到一点，饭还没做好。虽然我是一个佛教僧侣，但是我的修行特别的差，我特别没有耐心。我从十点可以等到十一点，甚至十二点。可是按照传统僧侣的习惯，十一点半该吃点东西了。Okay. 可是甚至到了十二点半的时候，没有一点动静的时候，你会非常的崩溃。不是说好了请我吃饭吗？饭呢？但是当到了一点多钟，请我去他们厨房看到的时候，我惊呆了，一桌子的菜。可是我在想，只是十一点半的时候给我一碗米饭就好了。所以如同这样，我们给自己准备了很多的菜，可是我们真的能我们需要，首先需要这么多吗？其次是我们有时间去吃这么多东西吗？我们肚子这么点，饭桌上的菜那么多，我们装得进去吗？所以如同一桌子的菜一样，我们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念头，一会儿想要这个，一会儿想要那个，一会儿想去那个，可是到了晚上一看，所有的念头只是念头，你什么都没做。可是整个这一天你的心并没有平静，被所有的念头所打扰，最终发现你也没实现你的念头，你的内心也没有得到平静，你只是不断的被骚扰，不断的被打扰，仅此而已，浪费了一天。如果只是这么一天被打扰，我在生命当中只有一天被打扰，我觉得是情有可原的。可是我会审视自己整个生命当中，发现整个生命都在打扰的时候，我不得不惊讶，哦，这不是我需要的生活。所以我就在想，如此多的念头层出不穷地出现在我的心里边，我们都不知道如何去抉择这样的念头的时候，佛教徒选择了一个方法，就是说先不去想任何的念想，先让我的心安静一下，这就是初期的禅修。先不去想很多的念头，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念头，因为不去想很多的念头本来就是一个念头。所以虽然没有那么多的念头已经打扰了，只有一两个念头是干扰不了我们，所以我们心里边老是被过去的心打扰，未来的心打扰，我们又想今天做什么，说什么，干什么，这样的事情慢慢窒息以后，你心里边才会呈现出真正心的样子。所以让禅修把我们带入一个新的本质，这只是开始而并不是结尾。所以我们要通过禅修引发每一个刹那的快乐，就是要让我们安住在禅修。所以我们只是这样快乐，光是这样一天到晚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要把内心的进入禅修和心结合的那一点，那一点要带入到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和与人相处的状态当中，这才是真正的禅修。所以我们要安住在这样的状态当中，意味着我们一定要把禅修深入的在内心去发生它。佛经里边并没有说异性恋是有功德的，所以我不知道同性恋有没有功德。所以佛经里边也没有说，很多人说师父我离婚了，佛教徒是不是不应该离婚？我觉得是一样的问题，因为佛陀也没说结婚有功德，我也不知道离婚有没有过患。所以坦白讲，我既不是同性恋，也不是异性恋，所以我可能没有资格回答你这个问题。但是我从佛经并没有讲到有功德，也没有讲到有过患，所以我只是保持中立。Okay. 因为一直我在这里啵啵啵地讲了很多，我想你们可能对藏传佛教不知道有没有接触，可能会有一些好奇的问题啊，或者是不解的问题啊，甚至有一些误解的话，我希望在利用这个时间我们可以有一个沟通的时间。 OK， 我希望更多的是修行上的问题，所以不要太多牵扯家庭的问题，因为我没有经验。In Tibetan Buddhism we always as you said earlier the lamas are reincarnatedborn again and again as lamas and practice. Have you come across any lamas who have reached the state of enlightenment and not born again? 因为按藏传佛教的活佛制度的角度来讲，他是由愿而生，转不转生取决于他自己。
如果是被迫转世的话，就不是由愿，而是由业而生。那他不就，那他跟我们的转世是一样的。可能你要跟他解释到的就是，自己有意愿的转世称之为由愿，被迫的转世称之为业。所以转世灵通是由愿转世，不是由业转世。所以转不转世取决于他自己，不取决于别在的因素。 So you are taking a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ormal people who are born again due to karma and the lamas are reincarnated because of a vow to be reincarnated. I believe that any practicing Buddhist son of Buddha or daughter of Buddha is trying to not to be born again. That means to reach the goal of enlightenment. So why is that lamas take vows to be reincarnated? 轮回不取决于地方，轮回是一种状态，不是说某个地方叫轮回，某个地方叫净土。从大乘佛陀的教义来讲，是轮回是业和烦恼形成的一个状态，称之为轮回。他转世回来是不是在轮回是不确定的事情，取决于他的境界来确定他是在哪里，而不是由地方来确定他在哪里。轮回是一种状态。 脱离佛陀讲脱离轮回，是脱离那个状态，不是脱离某个地方，或者 Tibet 不一定是轮回。那明白吗？虽然我不知道有没有解决你的问题，但是确实让我触动了我学习英文的动力。OK，藏传佛教格鲁的这种学习课程来讲，我们要学习五步大论。第一步，我们要学习因明学，其实有点像逻辑学，来证明世界上所有的这些看到和看不到的所有的东西，到底归类于哪一类。所以佛陀认为，一切有为法的有为法，这个看到的东西里边包含了物质，还有什么？ 像这样的一种逻辑推理去辩证一个东西，我们称之为因明学，这是要学的第一步。其实我们不用说的这么枯燥，刻意强调难度，是显示我非常懂佛教的东西而已。因为很多人如果佛教过于生活化，他就会觉得哦，这不是佛法，佛法是一种不可思议。如果是不可思议，语言是阐述不了的，那就可以不讲。 所以第一步学因明学，认识逻辑；第二步学现观庄严论，其实弥勒菩萨，我让我们知道五道十地到底是什么，比如说初地菩萨、二地菩萨、十地菩萨，然后从开始资粮田、家行、资粮道、家行道、见道、修道、学、无学道，来知道整个佛法的。 广义是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就像现观庄严论是广义，在学的中观是身义，在学的律部是一种体制，在学的居舍论是一种宇宙学。所以我们可以简单一点讲，其实就像我们建一个马路一样，如何去建这个马路更能利益到更多的人，我们需要去市场调查，去辩证，这就是因明学。 再把这个马路拓宽，让更多的车进来进去，利于我们方便，这叫现观庄严论。一看有那么多的马路，大家都会跑到马路上去，就会乱，所以就会有立交桥，让更多的车上下穿行，这叫中观。但是呢，虽然要上下拓宽马路，走得那么挤拥堵，为了解决更大的方便，所以要有红绿灯，这叫律部。但是这全部的呈现只是在我们的脑子里边。 如何真实的去呈现，这叫居舍论。所以这五步贯穿了整个佛教的所有的哲学观点，南上座部的观点，藏传的观点，汉传的观点。Okay. Rinpoche, thank you so much for coming this morning to BSV, and thank you for your Dharma talk. I just have one quick question. In your lineage. Is there much support for Buddhist nuns? 比丘尼的制度在纳兰陀寺的时候，根本说一切有部净明上师带到西藏的时候，并没有带入比丘尼的制度。
以至于西藏现在失去了比丘尼的这个传承，但是我听很多的高僧大德在讲如何去恢复这个比丘尼制度，这个就不是我能决定的事情，起码现在没有。非常感恩有这样的机缘，能跟可以结束了是吧？可以说结束语了哈。OK，希望我们这个算不上讲课。 这是一种相互学习的机会，我也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愿我们在共同的佛陀的一个导师的教育之下，我们能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个自己。这是第六。东巴拉美桑杰仁波切，加巴拉美当杰仁波切，真巴拉美根多仁波切，加玛贡教藏乱丘巴美。 通盖土杰下家人中雄，现在面对土杰崩教巴，世界人波大为举报过，下家做我去杰扎西小，哦么呢么呢，马哈么呢耶索，哦么呢么呢，马哈么呢耶索，给万对尼得的金，金丹丹王主杰呢，主阿主教马罗巴德耶萨朗古巴小大团结就都这么多这位错年了的呢，给娃罗桑扎巴耶丁巴哟隆邦聚集。